是吧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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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输一场，就直接破了道馆挑战赛的历史记录了。能流芳百世，我们好歹做到了遗臭万年。行了，别胡说了。之前呢是我们运气不好，实力我们还是有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加油。只要我们赢下来一场，还是有机会继续，知道吗？外道馆那么强，我们怎么可能赢嘛？今天我就是战死在赛场上，也要为全胜打赢一场。以前不是没学过吗？还是松柏道馆强啊，他才进去那么几天就变得这么厉害了。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，我们的比赛要开始。现在后悔他的上场，还可以吗？准备，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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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松柏加油！松柏加油！停！游泳吗？在那儿，自己找吧。哎，再坚持一下啊！反正就剩两局了，也就六分钟。实在不行呢，咱们就投降啊！不行就投降呗，坚持坚持。现在放弃也行啊，再打下去啊，只会更丢脸。表现不错。为什么？太棒了，今天我们连胜三战了。哎，松柏的各位听着啊，一会儿呢就准备去我们家吃面，我妈已经准备好了大餐等着大家。白师兄，我还特意让我妈准备了你爱吃的萝卜牛腩。我也超爱吃的，真不愧是我们松柏最聪明最懂事的好师妹了。今天师兄我呢一定多吃几碗。我都没跟你说。好了，大家都准备一下，
今天的晚饭我请。哇，宋涵啊，对陈二英，糟糕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一下非得换人不可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反正你被赶出全城的时候他还落井下石呢，这就是恶人自有恶报喽。早回家才好呢。觉得我会输，但是我要为光雅加油，不关你们的事。